位置，来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，可以捕捉呢我们兹麦哥马车完整的照片。好，我们还有哪边媒体朋友们需要眼神的吗？来，请举手，我们媒体大家请举手。来，我们先看最前方最远方的媒体，来，以及慢慢巡回到我们后面的摄影机。来，还有哪边需要我们兹麦的眼神吗？请举手一下。好，都 OK 了哈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玉店长兹麦，耶！谢谢马车，谢谢。哇，跟仙女一样。来，我们兹麦交流现场，先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。Hello， 在现场朋友们、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翁兹麦。哇，那来问一下我们兹麦好了，其实觉得坐马车出场的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其实很难得才会就是穿成公主，然后坐马车出现，有种童话故事出现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是穿梭在东区的街头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刚刚一度就是很紧张，因为东区很多人，然后在马车当中就是要行进上比较不方便，然后又就觉得比较拥挤，但是觉得很有趣。对啊，因为大家会在东区，是的，大家一定会认真看，哎，这个公主是谁？哇，今天真的很难得邀请兹麦来到现场担任我们的一日店长啦。那为什么会坐马车出现呢？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要帮大家省时间，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兹麦，平常啊，像工作忙碌之余，回家都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回家不一定，看电视、吃东西、听音乐，就是宅女的行程，或是做一些就是平常在家里哦，看戏、看韩剧啊，看韩剧，对，哇，所以其实平常在家也很忙碌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直忙着做很多事情，哇，所以其实在家你看外面也要工作，已经很忙碌了，对，回家其实每一个事情都要很花时间，所以要来问一下了，那平常你觉得从什么小事情里面可以省一些时间出来，多比如说多看韩剧啊，多做运动，就是多看电视之类的。对，其实事情有很多，像是最主要一件事，就是因为平常工作啊，或者是平时没工作，平常出门不化妆都会涂防晒油，都要卸妆。那卸妆这件事情是一件需要很繁琐的，就你要化眼妆的话，你要好好先卸妆，对，要耐心，然后慢慢卸，一定要卸得非常干净。就连涂防晒油，因为现在夏天到了，没化妆防晒油都要卸得很干净。所以卸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夫。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对，其实大家知道涂防晒油也需要卸妆的吗？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，都直接觉得回家冲个水就好了。有些人回家就是涂完防晒油回家就是洗完脸然后就睡觉，但其实这样会阻塞毛孔。是的，所以提醒大家，涂防晒油、粉底液其实也需要卸妆啦，不要以为只有淡淡的一层就不要理它了。